大家好，现在是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。去西安的熊娃他们几姐妹啊，那个老大汉子哥回来了，刚刚到我们这个窑洞，然后邀请我，就是现在又上他们家去吃面。还有一件事啊，跟大家说一下哈，就昨天下午这条路，哎，贺大爷，大家看看，这条路就是去往贺大爷的那家里的那条路，现在已经被就是前几天的大水冲毁了，然后这边是过不去了。我们要过去的话，必须是爬这座大山，或者是从熊娃那边爬山过去。然后呢，昨天下午我们看到贺老爷子从这里把羊赶出来，扔到就是沟壑里面，也就是高手挑水的那个山涧里，然后他转身就回去了。我刚好跑过来想叫他，他已经转弯，从那个地方已经啊绕着这道弯这道梁过去了，所以很遗憾擦肩而过。今天我又让汉子哥去爬山，因为今天天气好，我看看老爷子今天有没有在山上放羊。汉子哥跟陕北二哥已经去前站打探情报去了，现在上他家去吃饭，一会儿了解一下情况再说。大家看看我左手边的这个山涧哈，原先我们来的时候下面放的都是羊，现在下面放的都是水，可以证明这几天啊黄土高坡下大雨啊，这里成了一个堰塞湖了。这条路我手指的这个方向，上面这座房子不是贺大爷家的，他的房子在这座房子的过去，就是两棵大树的背后。很显然这个时候看不到大爷的影子，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贺家洼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见到他，现在还是个谜。大家看到我们这么多人浩浩荡荡的，那么其中是不是少了一个人？对，叉子感冒了，他重感冒留守山寨。那山上有羊，那上面有岩羊，看到没有？太牛了吧！哇，在悬崖上面吃草，哇，好山羊啊！哎，每次来到熊哥家吃饭，就好像走了一场马拉松。当我们吃完了回去的时候啊，又饿了，所以每次来他家几乎都没吃饱，因为走着走着回去又消化了。太累了，终于上来了。大哥，阿姨你好。妈妈你累了，跑马拉松没这么累。大哥也知道马拉松。阿姨好。阿姨好。那个面熟了没？凉面熟了。啊，凉面。哎，汉子哥呢？汉子哥上山了，去找老爷子去了。啊，抓他二把。啊，还没找到。啊。一下弄到头上了，那天晚上。拿这个铲子弄到头上了。啊。打酸枣啊。啊。看看哦。哦。我去看看叔叔。谁打的？你妈妈打的你爸爸？啊。这不小心打到的。不小心啊。你上来看看老爷子这个样子，晚上那您休息好啊，我不打搅你了啊。你好，凉皮儿。哎，凉皮。这不凉皮吗？哦，这是凉皮。哎呦，陕北凉皮啊，这是吃凉皮的酱料啊。这些，这个就是面筋哈。啊，这是面筋。凉皮儿的伴侣。阿姨，要我帮忙吗？我帮你做，我帮你切。好吧。切这两个啊！切！我洗下手。试试。妈的，这个不稳，等下重一点可能会掉下去。哇，这个刀工生锈了。这个是面筋吗？啊，面筋。这啥味道？这面筋，尝一下。哎，好吃！每条吃可好吃。吃不是啥味道？
要切成丁吗？没有，要挑哦，切。啊，切成丁啊。嗯。啊。来。哇，这个面。没事。因为我给冷呗。看得出来阿姨挺干净的，这个做的东西我们放心的吃。开课来了。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哎呀，我下去找文华，没去放羊。今天没去放羊？没去放羊。辛苦了，你看满头大汗。没事。拿了很多狗粮啊。还好他是练武之人。啊。不是练武之人的话。没事的。哎。啊。等会儿刷脸干嘛？对。我意思就是一会儿饭吃完，我在院子里刷。吃完饭不是脏了？没事，我吃过了。哦。我到早吃过了。开饭喽！我们今天要多吃一点，太饿了。对，吃多点。加海料哦，少倒一点。嗯。这是醋，这是辣子，香菜，来点生抽吧。哎，生抽吧，没有生抽是吃不来。南方人要吃生抽，阿姨还给我们准备了辣椒。哇，哦嘿，好了，够辣的。哇，这一碗满满当当啊，保证好吃。这啥也是锅盔，哎，锅盔好吃，比你们大米好。还是热的，我吃一点吧，跟我这一碗太大了，吃一点啊。这么对，谢谢，谢谢吃香的阿姨。锅盔，还是这碗比较厚道。北方的凉皮，南方的吃法。我妈自己做的，筋道比我卖的要筋。嗯。这叫凉面是吧？嗯。黄章。多吃点，不吃凉面啊。你吃得来吗？嗯。我觉得挺好吃，放酱油，特别好吃。嗯，嗯，你不放酱油？我已经有那么黑了，再吃酱油，等一下更黑了。嗯，有道理。嗯，对。那个芝麻油你也没放？芝麻油？嗯，没有芝麻油你放不出这效果。哎，我没有放醋，怎么还是酸的？有一个里面有酸的东西，那个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麻花，麻花。峰哥，锅盔。哎呀，谢谢啊！我跟高手分一半，吃不了这么多。哇，高手来一半吧，好吃啊！你这么大个男人，吃一个嘛，来一半，给你。能吃一个，吃一个。嗯，谢谢峰哥。一群吃米饭的人来到了方头高坡，虽然吃不惯面条，但是凉皮儿可以接受。吃香的阿姨心有灵犀一般为我们做了这顿饭，吃完这顿午饭以后，下一次再品尝她的手艺估计就是来年了。嘿，看这个两下子还可以啊，就是一棍子就打掉了老妈妈辛苦种了两个月的玉米。哦，这玉米啊。嗯。啊，练家子还行。喜欢你。回去负荆请罪吧，回去。好。哎呀，刚才那锅把
把一个玉米给打断了，辛辛苦苦做了好几个月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，这个头误伤，不是被你误伤的吧？不是。儿子。啊。这里。不用。拿着，买点营养品。不能，你这话太多。好好休息啊，老爷子，好好休息。别下来了。不要。别下来了啊，走了。包饺子特别好吃，知道。这饺子，羊肉还点亏的多，羊肉对，羊肉能给子吃。啊，饺子。这。再给子吃一回。好，好好照顾你爸爸。嗯。啊。嗯。